大家周六早上好，欢迎大家出席由联合早报跟新加坡 OncoCare 癌症中心所联合举办的线上讲座。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癌后有晴天，我们的合作的伙伴呢就是数码平台早报 .sg。 去年12月底呢，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属下的机构呢做了一个研究，就发现到单单去年2020年，全球呢就有1930万个癌症的病例，而其中死亡的病例呢就多达1000万个，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是很大的。所以今年2021年到了今天，我相信可能我们线上的朋友或者我们读者，我们每个人都会谈癌色变。患癌是不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了呢？我们知道说现在的医学非常的发达，我们只要及早的检查，及早的治疗，那么我们相信我们的赢面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哦。那么今天我们很难得邀请了我们的 OncoCare 的三位主讲者哦，来到我们当中，从遗传性的乳癌基因检测对遗传性乳癌、卵巢癌以及第四期的癌症呢，跟我们分享了各个肿瘤领域里面的信息跟一些医疗的方案。首先我们就要请到的是 OncoCare 癌症中心的高级肿瘤专科医生黄南顺啊。黄医生呢是一位具有20年乳腺癌治疗的经验的肿瘤的专家，他凭借在新型的药物组合方面呢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能够为早期的癌症以及耐药性和难治的晚期的癌症患者呢提供了个体化的用药的治疗方案。那么黄医生今天的讲题呢就是雌激素受体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黄医生。谢谢主持人，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雌激素受体阳性的转移性乳腺癌。今天我们的讲解范围包括乳癌的流行病学，我们也会谈到乳癌的种种亚型，就是什么是雌激素受体阳性啦，什么是人类表皮成长因子受体阴性这类的转移性乳腺癌。我们还会讲解关于乳癌的某些症状还有诊断方式。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谈到这类转移性乳癌的一些最新治疗方案。所以乳腺癌其实是全球妇女最常见的乳癌一种癌症，全球病发率超过200万起，死亡率则是超过62万起。在新加坡，乳癌也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终身患病风险是6%到7%-8%之间，每年有超过3000起新病例，而每年有436人死亡。年龄标准化的并发率则是每10万人当中会有69人患上乳癌。那么一个人是怎么样会产生这个转移性的乳腺癌呢？在我们一般的临床就是在诊所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大概10%的妇女就是在初诊的时候已经是进入第四期了那么除此之外，早期的妇女，比方说第二期、第三期的乳癌呢，也是有大概10%到30%的机会会因为病情复发而转移到变成第四期。关于什么是乳腺癌，那么这就是一种我们妇女体内呢乳腺还有那个小叶里面细胞所产生的一系列突变而造成的。那癌细胞从起初就是从乳癌里面正常的细胞，那么逐渐演变成有一些就是有异状的这些细胞，那么渐渐变成浸润性，然后因为其他的基因的突变，终于变成能够转移到身体其他的部位。大家都相当关注说乳腺癌会有什么症状。那大多数的妇女呢，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并不会有任何的症状，而是在做立场乳房 X 光检查的时候呢才发现有肿块。那么当肿瘤变大后呢妇女才会觉察到有肿块，或者在腋下
发现有淋巴肿胀，或者在脖子的部位也是可能会产生淋巴肿胀的情况。除此之外，肿瘤可能会造成皮肤的变化，比方说皮肤变红啦，或者有溃疡的现象啊，那么甚至也会造成乳头有分泌物或者湿疹内陷的现象。当乳癌转移后呢，那么就要看乳癌所影响到身体的哪个部分。比方说，如果扩散到骨头，就会有骨痛的现象的症状；或者说，如果因为扩散到肺部，可能会造成呼吸急促啦，或者如果影响到肝脏，可能会有腹胀啦、体重下降的这些某些症状。那乳癌我们在诊所向病人强调的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乳癌都是一个同样的病啊。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乳癌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比方说导管癌就是最常见，就是乳癌当中80%的病例都是导管型的乳癌。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看乳癌的这个分子亚型来决定治疗的方针通过这些基因表达的研究方法呢，我们可以把乳癌分成管状 A 型啦、B 型啦、HER2 过度表现型或者基底样型等等。那么这种分类的重要性就是乳癌如果是比方说属于早期管状 A 型的，那么长期的存活率其实是非常的高只要需要开刀，那么服用一些药物就可以得到长期的存活率。那么相反的，如果是HER2 或者其他的种类呢，那么如果仅通过手术治疗，那么比方说基底样型的乳癌的存活率就是非常的低所以需要用药物来治疗来增加生存率。当然在诊所里面我们不能够帮所有的病人都靠这个分子分析来进行治疗，所以在临床实践中乳腺癌我们可以用所谓的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来把它分成不同的亚型。那么这个图案里面所看到的就是左边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所要谈的就是ER positive HER2 negative 的种类。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所可以看到的 HER2 positive 种类，或者我们叫做三阴性的这种种类所以每种乳癌的分类都有不同的治疗方法。那么什么是雌激受体呢？雌激受体就是在癌细胞里面的那个癌当中细胞癌的里面一个属于蛋白质的一个构造。那么这个构造能够跟血液循环中的雌激受素结合，而激发一些帮助乳癌细胞成长和存活的一些基因那么我们所谈经常在病理报告里面看到的所谓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ER2 这个也是一个受体来的，不过是在细胞的表层。那么当这个 HER2 结合起来呢，就会激活导致细胞增殖和侵入。那么如果无适当的治疗，这类的乳癌呢就会有很高的复发率，还有很低的存活率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就是我们要针对 ER positive HER2 negative 的种类那么如何诊断这种一般诊断方式是如何呢？就是最重要我们要靠活检来确认那个诊断，因为单单靠扫描，就是说CT scan 或者 PET scan 这类的扫描方法呢，不能够确定是乳癌我们还要从乳房或者扩散的部位呢进行活检，抽出细胞来分析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找出肿瘤的分类。那么治疗方法有比方说内分泌疗法、靶向治疗、化疗、放射疗法，还有手术那么免疫疗法现在相当流行，有震撼性的疗效，不过可惜在这种 ER positive HER2 negative 的种类呢疗效并不高那么最重要的疗法还是所谓的内分泌疗法
也是叫做激素疗法。当我们诊断出乳癌的时候呢，可以发现大概有70%的妇女都是呈现这个 ER 阳性。那么即使到肿瘤转移后呢，癌细胞还是会保持这个 ER 的受体，而这个受体就是我们治疗的对象。那么主要的传统的治疗方法呢，就是靠一些压制荷尔蒙的药物来控制乳癌，比方这个芳香化酶的抑制剂就是在我们医疗上已经是有20-30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些药物呢能够减少在绝经后的妇女体内所产生的雌激素。那么如果是未绝经的妇女呢，她们还要配合压制排卵的药物来使用这类的药物。如果我们单单只是用这类的药呢，肿瘤的减缓这缓解率呢是30%-48%，肿瘤控制的时期是9-12个月，存活期则是在30-40个月左右。所以这个图案就是刚才我所形容的一些控制雌性受体的一些方法比方说我们可以用药物来压制卵巢，或者用这个芳香化酶抑制剂来控制更年期后体内所产生的雌性荷尔蒙。那如果我们单单靠内分泌治疗方法呢，久而久之肿瘤就会产生耐药性那肿瘤就会开始在成长。所以这种现象呢，是因为这些癌细胞依赖一些新的信号传导通路跟ER的传导通路来交叉而造成或者是可能是因为那个雌激素受体突变造成一个耐药性。所以这个图案所描绘出来的就是我说刚才所讲解的就是这两个 PI3K 或者RAS MAPK 这类的通路呢跟 ER 的交叉而造成耐药性。那么在市场上这近5年来呢乳癌的治疗当中有一个相当大的突破，就是研究出这个叫做CDK4/6 抑制剂这个就是一种细胞周期依赖的一种激酶的抑制剂所以这种药物它的那个原理就是这个细胞要成长要繁殖呢会有一个周期那么这个细胞周期的失调呢是一种癌症的特征。那当有耐药性的时候呢，细胞会依赖这个 CDK 来繁殖，那么这类的药就可以控制这方面肿瘤繁殖的方法市场上有不同的产品，比方说 palbociclib、abemaciclib 和 ribociclib， 那么这些药呢都非常有效。不过有经常会看到的副作用就是疲劳啦，或者白血球降低。那么某些其中这个abemaciclib 呢特别可能会引起腹泻。在市场上就是有最成熟的这些临床资料就是 palbociclib 这个药已经在市场上超过5年了。那么如果配合雌激疗法来说呢，会使肿瘤减缓率上升，从40%+增加到50%+，那么可以把那个肿瘤控制时间远远的增加，从1年左右呢可以大概增加1倍所以是一个非常有突破性的治疗方法。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比方说用ribociclib 再配合内分泌疗法呢，会胜过单用内分泌疗法来治疗最重要是会增加病人的生存率所以3年的存活率呢从60%+增加到70%+那么除了用内分泌跟 CDK4/6 治疗方法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靶向治疗，比方说 everolimus 跟 alpelisib 这些药物呢，就是针对其他细胞就是信号传导通路的一些药物
那么、比方说 mTOR 它也是一种跟 ER 所有交叉的 一种、细胞讯号通路、那么我们有药物可以压制这个通路、在这项临床 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病人如果是单用内分泌疗法呢、那么如果有再加上 everolimus 的药物，可以看到说、病情肿瘤的控制率从25%增加到50%，那么疾病的控制时间呢，也可以从4个月增加到将近1年。这些药物呢是有一些造成口腔溃疡啦、腹泻啦、血糖升高的一些副作用，所以当我们治疗时呢，需要很小心的处理。那么最新的一些另外一个药物就是 alpelisib， 这个也是抑制 mTOR。信号通路的一个药物，那么它也是能够增加肿瘤的缓解率，还有延长肿瘤控制时间。它的副作用通常是好像皮疹啦、腹泻啦或者血糖增加，所以这些在诊所里面都是要很小心的处理。那当病人患上转移性乳癌呢，往往我们会用化疗来治疗，不过其实有一些临床实验呢有直接比用内分泌疗法跟化疗来相比，那么虽然化疗会增加那个肿瘤的减缓率呢，其实并不能够增加生存率所以我们一般上呢会尽量使用内分泌疗法跟靶向治疗，比方说 CDK 46抑制剂，来尽量延长肿瘤的控制时间，还有尽量把化疗推到逼不得的时候才使用。那么化疗其实有分很多种类，那么这个图表里面你可以看到一般用来治疗转移性乳癌的一些药物，那这些药一般上是抑制 DNA 的复制或者压制细胞分裂，那么它们带来的副作用除了脱发以外呢，可能会有恶心呕吐的一些副作用，而且会对骨髓有一些压制的一些副作用，造成贫血啦、白血球低、细菌感染等副作用所以我们在一般上治疗的时候呢都是在比较晚期的阶段才会采用到化疗。那么这个我所要做的一些讲解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治疗转移性ER 阳性、HER2 阴性的乳癌呢，已经是有了很大的突破，那么生存率已经有所提高，那么用内分泌治疗结合 CDK46 抑制剂呢，已经是一种当前护理的一种标准。那么我们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物，还有其他的靶向治疗呢，我们可以把化疗延迟然后让病人有更好的生活素质。好的，我们谢谢黄医生跟我们很深入浅出的哦，跟我们讲解了可能一些关于癌症在治疗方面，比如说药物的耐药性啊，还有个人患者一些个体化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我们相信很多读者也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我们的黄医生。那么我这里有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这位读者就问，他今年50岁，他最近被诊断患有那个 ER。阳性就是那个雌激素受体阳性，跟 HER2- 就是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的末期的乳腺癌。他想问黄医生说他还有什么治疗的那个选择，那么他想很关心说他的存活下来的机会大概有多大。另外最后他就想说，如果他用化疗比口服药物疗效会不会更好呢？所以很感谢这位读者的问题那这个转移性的 ER positive HER2 negative 乳癌呢，有不同的治疗方法。那刚才我所在讲座里面所谈到的，就是说除非肿瘤有影响到内脏，造成危害到内脏不然的话，我们一般上是先用就是内分泌或者雌激素疗法。来控制肿瘤，再配合 CDK46 抑制剂来增加肿瘤的控制时间就是延长病人的存活率那么
当我们运用过这些内分泌治疗跟 CDK4/6 抑制剂还有几种靶向治疗后呢，如果肿瘤还是继续在成长继续在恶化，那时候我们会运用到化疗啊。那么化疗当然会有一些比方说脱发啦作呕的一些副作用，不过我们就是在立场帮病人处理的时候呢，就会有配合一些辅助的方法来减少副作用啊。所以治疗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说要按部就班先用从比较副作用少的内分泌疗法，然后逐渐才需要用到化疗。那么关于生存率呢，我们在这个控制 ER positive HER2 negative 的乳癌已经是有很大的突破了所以以往生存率一般上平均是30到40个月，那现在因为有这个 CDK4/6 抑制剂，那个肿瘤的控制期已经超过了50个月就是说3年到5年的存活率大概是60-70%已经是比历史上的这些数据有很大的改善。是，所以其实听了黄医生那个讲解之后，我们也就是对于可能线上一些朋友或者读者或者家人可能有患癌，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如黄医生所说的，其实你要很针对性的找到适合你的一些治疗的方式，那么甚至于我们存活率可以延长到50个月，那挺长的，至少4-5年。对，好，我们另外一位读者他的关心的那个问题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30多岁的单身的女性，那么他担心他会患乳腺癌相信很多女性都担心患乳腺癌，那么为什么乳腺癌这么常见这么普遍，他说我有可能避免患上乳腺癌吗？所以乳腺癌其实大多数的病患者呢，我们都找不出患上乳癌的原因，我们相信是某些环境啦或者体内内分泌的一些因素所造成的环境方面呢，我们就是说比方一个妇女她们可能有喝酒的习惯啦，或者缺乏运动啦，体重肥胖这类的影响。那么关于内分泌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现代化的社会呢越来越少妇女说是在有早婚啦，就是趁年轻有生了育女呢，有喂母奶啦这类的行为，所以因此呢造成体内内分泌的一些变化而增加患上乳癌的影响那么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的妇女，她们的乳癌是因为遗传到某些基因而直接造成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当然也是不能够避免的所以在简单生活方面呢，我们要怎么样避免乳癌呢，就是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健康的饮食，那么更年期后就是尽量避免用这些荷尔蒙的替代品来刺激乳房，那这样子呢可以减少乳癌发生的机会。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位是30多岁的一个女性嘛，所以其实我们说可能乳癌的那个检测其实是分什么年龄其实是最适合呢，什么年龄开始就应该多注意去做乳房的检测呢？所以乳房的检测当然有体检，也有包括乳房的 X 光超音波等等，所以要看个人的风险，所以如果是一般的风险呢，我们是提议就是在不同国家的那个就是推荐呢都是在50岁以后每年进行乳房的 X 光，当然如果个人的风险比较高，比方说有家族史的话，那么从40岁开始就可以做体检了。那么最需要关注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位妇女呢有遗传到这个乳癌的基因，那个就从25岁就要开始做体检。好的，谢谢黄医生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位读者的一个问题他就说我的母亲在40多岁的时候就患上了乳癌就是他可能就担心说他母亲这么早40多岁就患上乳癌，现在已经处了缓解期，已经大概超过了5年的那个缓解期的期限，他想问说他的癌症的复发率，妈妈癌症复发率有多大，那么他作为女儿就是很担心说他会跟妈妈一样患上乳腺癌吗，那么刚才您说的他应该去做检查吗？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家族史了，那么而且病人的年龄已经是超过40岁，那个女儿的年龄已经是也是这样已经是40了嘛，对吗？
所以在这个年龄又加上有这个家族史呢，就应该每年进行乳房的 X 光跟检测。那么这个乳癌过了五年呢，我们经常病人会问是不是还有复发的这个风险所以乳癌要看它的亚型所以比方说三阴性的乳癌呢，过了五年绝少会复发。不过相反的，这个 ER positive HER2 negative 的乳癌呢，即使过了五年呢还是有复发的风险，特别是如果肿瘤在诊断的时候呢已经是有扩散到腋下淋巴，或者乳癌那个癌细胞是属于比较恶劣，我们叫做 high grade 的那种肿瘤呢，即使过了五年还会有10%到40%的复发风险。好我们非常谢谢王医生今天早上跟我们做这么棒的分享，那么再次谢谢王医生。好，我们资讯过后呢，我们有第二位讲员他同样呢也是来自我们的 OncoCare 癌症中心，那么他要跟我们分享的课题是乳腺癌、卵巢癌的基因检测跟遗传性。好，我们待会儿见。OncoCare 癌症中心的愿景呢，就是成为区域领先的癌症治疗中心。那么它的使命呢，是以高效、专业的知识、综合性的医疗和个性化的治疗，为所有的癌症患者延长寿命，并且提高他们的生活的质量。OncoCare 成立于2007年，专注于肿瘤的领域，旨在成为人们首选的癌症诊疗机构。它是目前新加坡规模最大、发展最迅速的私人癌症诊疗中心之一。它拥有全面癌症的管理的专家团队，提供以科学依据为核心循证医学治疗的模式。那么参与的尖端的癌症研究研用，那么每年接待的患者访问超过30,000次。那么全球26个国家病人呢选择 OncoCare 进行癌症的治疗。2019年9月 ,OncoCare 癌症中心成为本地首个获得新加坡素质级认证的私人癌症中心。2018年在50家杰出企业奖中排名第6位。好，我们今天第二位主讲者呢，同样也是我们的新加坡 OncoCare 癌症中心的肿瘤专科医生，他就是翁子祥医生那么翁医生呢，在2000年的时候呢，获得我们的卫生部人才发展计划的奖学金呢，到美国波士顿的 Dana-Farber 癌症研究中心呢，进行了肿瘤学的培训，并且深入了研究了乳腺癌和癌症的遗传学。那么他加入 OncoCare 癌症中心之前呢，是新加坡国家癌症中心的高级顾问医生。那么翁医生今天要分享的课题是乳腺癌、卵巢癌的基因检测和遗传性，我们把时间交给翁医生。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基因检测和它的遗传性。像今天呢，我说讲的呢就是包括什么是基因检测呢，然后什么是遗传性的乳癌和卵巢癌。然后呢，还有就是对于受检者这样的知识呢，会跟他们的疾病跟遗传的什么影响。所以大家可能也是很了解说，其实癌症的癌发原因是很多方面的，有遗传的因素，其实也有环境的一些因素。多数呢的癌症我们是说是散发性的，这样呢有遗传因素很重要的部分的，就是那些我们所谓遗传性癌症综合症的病人呢，他们只是占5%而已。在这些遗传性的综合症里面呢，对于乳癌跟卵巢癌，多数的病率呢和这个 BRCA1、BRCA2 的基因有关联的。将呢用图形来代表这样的一个发现率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呢多数的乳癌跟卵巢癌其实不是遗传性的，遗传性只是代表某一些小部分的人群。不过为什么要知道呢？因为这些人群他们的癌发率可能就很高，所以大家都很注重这一群人。当我们讲到癌遗传跟基因的时候，我们不免就要讨论到说
什么是细胞啦，这样的一些相当基本的一些知识。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关于就是普通的细胞的操作跟遗传呢，我想大概都很了解。细胞呢就有核心呢，就好像细胞的控制塔里面呢，它包含的资料呢就告诉细胞怎么样的操作。这样呢，控制塔里面呢，核心里面就是有23对的染色体，我们叫做 chromosomes。在人类就是23对，其他的动物这些可能就不一样的数目。然后呢，在染色体里面就有遗传的密码编排到一个程序，这些程序呢就告诉基因怎么样转录，然后把资料呢传给细胞怎么样做怎么样的蛋白质。这样的一个信息流通呢，我们叫做生物系统中的信息流通呢，就是从 DNA， 就是唾氧核糖核酸 DNA， 它经过一个转录的一个过程呢，把信息传给 RNA， 就是核糖核酸，然后呢再到翻译到蛋白。所以最终呢，就好像如果我们建一间屋子呢，我们就是要有蓝图，然后从蓝图呢才开始知道怎么样的制造屋子，每一砖每一块的来造屋子。这样呢，当我们讲到遗传的时候，我们大概也很了解说，其实我们跟父母亲不是完全一样的，其实我们是一半从父亲来，一半从母亲来的。这样呢，为什么是这个情况呢？因为当我们所谓的等位基因细胞分裂的时候呢，这位等位基因在这里就表现出说，它有一个显影关系，就是说，某一些特征呢，当比方说爸爸带有A 的基因的时候呢，传给孩子的机会呢，其实是50%。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带这种患癌的高风险的基因的话呢，传给孩子的机会不是100%，而是50%。同样呢，就是在兄弟姐妹，他们也是50%的机会有同样的这个高危的基因遗传。当然，可能很多人也听到这个字眼叫做突变 or mutation。突变呢，就是当核酸呢的一个编排序列产生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呢可能会影响到蛋白的功能。所以普通的那 DNA 它制造可能功能性的蛋白，不过当那个编排序列有一些差错的时候，可能呢就变成无功能或缺失的蛋白，这样这个蛋白就没有办法做它应该有的功能。这个蛋白的功能呢可能是多样化的，有些时候是维修功能，当维修功能不是很好的时候，细胞呢可能就有些时候出一些状况跟出一些问题。像这里呢表达出来的就是当这是用英文来表达这样的一个单点突变。所以当一个句子呢里面有一些改变的时候呢，整个句子的意义可能就改变了所以这些单点突变虽然可能只是影响其中的DNA 一小部分，不过它的影响呢，整个句子整个信息呢转录出来或者是翻译出来都改了很多如果用华语来讲呢，比方说武松上景阳冈打虎，如果呢在整个句子里面呢改了，比方武松上景阳冈打虎，这样整个句子的意义呢也改变了很多有一些时候呢可能变成说武松上景然后就停下来，那个句子也是没有意思了。所以虽然这些单点突变呢只是很微小微的改变呢，不过整个翻译出来的句子呢，整个蛋白的功能就可能缺失。像这些点突变呢发生在所有的细胞都有可能有这些突变或者是缺失。不过呢当它在一些我们叫做生殖细胞
影响到就是精子和卵子的时候呢，这些突变就是会有遗传性的，就是说它可以传给下一代，所以这些突变呢会造成癌症家庭的综合症。另外呢，如果突变只是在体细胞就是说比方说就是在癌症里面的细胞有一些变化，这些呢不是没有办法遗传的，它的发生突变只是在体细胞里面或者是癌症细胞里面。所以因为现在的基因检测呢，有一些检测是好像我们今天所谈的就是生殖系细胞突变检测，不过也有一些比较新的检测只是检查肿瘤的细胞的基因突变。接下来呢，我们就谈到 BRCA1 是基因的一个名称，可能大家也很了解，说明星 Angelina Jolie 她的家族有带有，她本身也带有这个基因突变。这样在有这个基因突变，它是代表什么什么样的风险呢？大家可能也知道，说在新加坡妇女患上乳腺癌的几率可能就是6%，6%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100位妇女从出世到70岁的话呢，就有6位会患上乳癌，我们这个叫做终身风险。不过呢，在 BRCA1 带有这个基因突变的家族里面呢，患者呢乳腺癌的几率可能就是50%到85%，所以这是高处就是比平常的高很多。另外呢，这些人虽然他们可能有乳腺癌，不过接下去他们也有可能第二原发性的乳腺癌的几率也是靠近50%，卵巢癌的几率也是很高，普通的卵巢癌几率可能就是1%到2%，现在是15%到45%，其他的癌症如前列腺癌、结肠癌也的风险也增加。大家也可能听到这个名词 BRCA2 其实跟 BRCA1 是不同的基因，它是在不同的染色体上的。同样的，乳腺癌跟卵巢癌的几率也高出很多。不过呢，这里呢有一些家族有男性乳腺癌，男性乳腺癌其实是很少见的，少过1%。不过在这一些家族里面，有时我们会有看到有一些男性会患上乳癌。除了这个之外呢，前列腺癌跟胰脏癌的几率也增加。很多人就说，怎么样能看出说一个人带有这个基因突变呢？其实外表上是看不出的，不过如果从家族历史，我们如果把家族病历比较详细的记录的话，就会发现说，其实有多发性的早期乳腺癌，或者是有卵巢癌，那个几率就比较高。另外呢，如果同一位患者有乳腺癌，然后有卵巢癌，或者是双侧两边都会发现有乳腺癌的这一群人，风险也增加。男性乳腺癌刚才我讲过的，还有某一些犹太族，他们的带有这个基因突变的几率就比较高。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家族史。通常我们会有当有遗传咨询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病人讨论，就是记录下他们三代的那个男士跟女士，所以男士是用四方形的，女士是圆形的。这样这里呢也看到说呢，这个家族呢是 BRCA1 的家族。这样这个家族里面呢，就是每一代都有人患上乳癌或者卵巢癌，而且那个发现率靠近50%，就是一半的人他们都有患上乳腺癌跟卵巢癌的风险。当一个人知道说他有这样的基因突变，风险很高的时候，他会选择做什么事呢？像在检测方面，或者是检测的选项，他们在乳腺癌他们可能做的一些东西就可能很不一样。比如呢普通的妇女乳腺可能只是做乳房 X 光检测，不过呢这群人有些时候他们会做核磁共振检查，或者是超声波检查，然后在开始检查的年龄可能也相对的比较早。卵巢癌呢检测方面呢其实不是很好的，因为卵巢是在肚子里面，很难用超声波看得很清楚。这样有一些人就谈到预防性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的一些选择。当然呢遗传基因
也跟家庭的成员有影响，因为带有这个基因突变呢，孩子或者是兄弟姐妹也有同样增加的风险，所以基因检测能帮助这些家族做一些检测跟做一些决定。然后最近呢，对于末期癌症的治疗呢，遗传基因其实也是有一些进展，因为呢，我们发现说，其实 BRCA1、BRCA2 这些基因呢，它们参与DNA 或者核酸的修复。其实我们的核酸，我们的细胞每一天都受到攻击，然后呢，在DNA 出了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呢，细胞其实有机制来修复这些损坏的 DNA。不过呢，当 BRCA1 不能很正常的操作的时候呢，而且变成癌症的时候，某一些药物，包括这些化疗的药物叫 cisplatin、carboplatin， 或者是 PARP 抑制剂，好像 talazoparib、olaparib、rucaparib、niraparib 这些药呢，都发现他们很有效。而且比方说这些 PARP 抑制剂呢，他们是口服的，也不掉头发，相当不错的药。最后呢，谁可以考虑？可能有人在考虑说，我应该不应该去做 BRCA 的基因检测？其实这个检测其实不难，它只是一种血液的测试，抽血哦。不过通常是比较高危的患者，我们都会考虑跟他们谈这个检测。这些包括卵巢癌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的乳腺癌、前列腺癌、胰脏癌的患者。另外呢，如果家里已经有BRCA1、BRCA2 基因有突变的亲戚然后妇女本身呢也可能考虑做检测。如果家族里面呢有乳癌跟卵巢癌，这些人都可以考虑。然后呢进行基因检测呢，就是必须接受说基因遗传咨询，告诉你说其实这个检测过后的报告是怎么样的读呢，而且对你本身有怎么样的影响。所以其实我们在2000年就开始一个计划，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新加坡记录了大概有100位家庭记录了他们的家族史，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家族里面都有一些人患上乳癌或者卵巢癌。在我们的目的那个时候是要知道说，如果有某一个家族史怎么样知道说 BRCA1 或者 BRCA2 基因突变的几率有多高，进而帮助他们做一些选择，说 OK， 我不要做基因检测。所以那个时候，比方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家族，其实我们的这位妇女，她本身有乳癌和卵巢癌，她39岁的时候患上，37岁的时候患上卵巢癌，39岁患上乳癌，然后她妈妈其实也是有患上乳癌。这样呢，从我们的那个研究呢，我们发现呢，如果这样的家族呢去做 BRCA 的基因检测呢，高达60-80%的机会发现有突变，而且真的他们是有那个基因突变的。所以总的来讲呢，基因检测的技术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对患者的护理服务，然后呢，它有办法识别有风险的患者，并有制定预防的计划，然后由遗传性的癌症引起的末期癌症治疗选择现在也是相对有一些增加，也有一些新药。然后进行基因检测前呢必要接受基因遗传咨询。所以我所说的就到这里。好的，谢谢我们翁医生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讲演。其实我们知道说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所以我们的母亲跟父亲，我们都留着他们的各占一半的基因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尽早的一些检测还是能够让我们比较放心的那好，我们接下来是问答的时间，我们有些读者有些问题想问温医生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被诊断患上了 BRCA plus 就是那个乳腺癌，那么请问我能够存活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它的几率大概有多少？
所以现在乳腺癌的存活几率呢，其实从以前比起来高出很多。然后呢，乳腺癌的幸存者呢，就是占大多数的幸存者之，就是相当高的发现率。这样不过影响预后，就是说风险高跟低呢，不是因为这个 BRCA 基因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呢，所以肿瘤越大或者是淋巴腺如果有影响的话，复发的风险就相对的增加。哦，所以如果比方说如果手术过后呢，那个肿瘤有一例淋巴腺影响的话呢，长期十年内复发的几率可能高达30%左右，所以是相当高的。哦，不过呢，相对呢，如果是 BRCA 阳性的患者来说呢，我们现在对这一群人有更好的了解，而且也知道说有一些新的药可以治疗这些可能是比较晚期的病人。不过相当重要的就是这一群人呢，除了他们现有的癌症呢，刚才我们也指出他们可能有第二个原发性的癌症，所以时间越长当然年龄就越大，所以要注意跟复查方面呢，要注意到可能有第二个癌症的发生这样。对，刚才温医生你讲说所谓的原发性的癌症，就是说它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就是跟这个 BRCA 阳性也会存在什么不是，就是说这个人可能现在今年发生有乳腺癌，可能过了3-5年之后呢，他还有另外一个乳腺癌。其实我也有这些病人，就是说我有一个病人，他我们开始的时候他是有乳腺癌，5年过后我们发现他有卵巢癌，然后多2-3年之后他其实有肺癌。现在的检测我们有办法分辨说其实不是转移性的癌症，而是新发原发的癌症来的。所以有这些病例。对，是好的。那么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位读者就问了，10年前我的妈妈被诊断患有卵巢癌，那么最近呢，我的阿姨呢，就是因为乳腺癌就不幸去世了。那么，请问翁医生，我和姐妹她的姐妹会不会得乳腺癌或者是卵巢癌？那么，怎样才能够降低患乳腺癌或者卵巢癌的风险？因为家族里面都有这样的病史。所以有癌症的家族其实是相当常见的。不过，其实呢，我们第一步其实就是要把那个家族史比较详细的记录一下，因为有一些时候呢，他们讲说的是卵巢癌其实是胃癌或者是别的癌症，如果没有记录清楚的话，所以如果他们有这样的病例呢，通常我们尽量的要记录说真的是还是不是。这样呢，如果这样的家族里面有乳癌跟卵巢癌的话呢，这样如带有 BRCA 基因突变的几率可高达超过50%。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呢，要知道说这位女儿她患病的风险呢，所以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要求她的妈妈，因为妈妈有患上卵巢癌，进行基因检测。因为如果妈妈的基因检测是阳性的，就是 positive 的话，这样这位女士如果她是 negative， 女儿是 negative， 这样的就是告诉说我们说其实这个家族里面是有BRCA 影响造成她的风险很高，不过女儿是没有带同样的危险。另外一方面，如果妈妈是 BRCA positive， 女儿也是 positive 阳性的话呢，就是说女儿本身呢患上乳腺癌跟卵巢癌的几率就高出很多。这样呢，在接下去的要治疗复查还有所需要做的一些检测就要详细的跟他谈。不过我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不是每一位带有基因突变还没有患上癌症的病人需要动预防手术，而且如果需要动预防手术也是不是立刻需要动，因为所以那个咨询的过程就考虑到那个病人可能很年轻，可能是有别的选择，就是这些就要谈详细的谈这些问题。对，但是听你这样说，就是说如果我家里比如说妈妈就患那个卵巢癌，那么她的姐妹也有因为乳癌，所以其实她们本身的姐妹其实她们的概率还是比较高，所以检测还是很关键的，对吗？对，检测相当关键。是，好的。
我们还有这位，就是说同样哦，她的姐姐也是女性哦，就被诊断患有遗传性的突变的 BRCA 变异哦 ，HER2 minus 的阴性的转移性的乳癌。那么她请问问医生说，解释一下这种诊断它的其中的含义是什么？那么她的姐姐有哪些治疗的选择？那么当然很关心说，她的存活率大概能够活多久？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基因的检测呢？本身 ，OK， 所以有晚期的癌症，其实就是复发性的癌症，就是代表通常是没有办法治愈这样的病的情况。所以通常呢，就我们谈到的就是比较长期的控制这个病，这样现在呢，乳腺癌当然长期控制有荷尔蒙治疗或者是激素治疗。这些我们需要知道说肿瘤本身有没有一些这些特征，这样当然如果是 BRCA 变异的HER2 阴性的这一群人呢，现在有多一些选择的药，就是刚才我所讲过的，就是 PARP 抑制剂啦，这些药口服的然后副作用方面呢可能比较少，另外呢有一些化疗呢本身也是相当有效的。这种情况呢，通常我们谈到就是长期怎么样更好的控制癌症，然后有素质的生活当然也是希望说药本身副作用比较少啦也不会比较贵啦这些都在考量当中。所以当复发性的病人他们有比较多选择的时候呢，当然对他们本身就更好。嗯，好，我们这里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位读者就说他应该去做刚才翁医生一直强调的 BRCA 的基因变异的测试吗？那么当然在想说如果做这样的测试大概要花费多少钱？ OK， 所以如果近亲家属中呢有患上乳癌或者肠癌的家族史呢，这些人都应该考虑做基因检测然后呢当然如果有卵巢癌的患者或者是某一些前列腺癌或者是胰脏癌的患者他们都应该考虑做检测检测呢本身它虽然说多数的病人他们要检测的时候他们要了解说是阴性或者是阳性，不过呢检测本身有一些时候呢有给一些没有很明确的一些报告那个几率可能是20-30% 的几率，所以检测本身不是每一位没有带病的病人要做的，所以只有那些比较高风险的族群我们会考虑叫他们考虑进行检测这样呢花费方面可能是几百到1000元左右那个报告因为现在有相当多不同的实验室他们能做这些检测，所以那个数字本身是相当重要的，就是这样。好的，我们非常谢谢翁子祥医生拨出那么宝贵的时间，给我们做那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受用我相信我们的读者在线上听到这样一个检测之后呢，基本上对于你的家族里面如果有这样的病史的话，你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些选择好，那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的广告资讯之后呢，我们邀请第三位主讲者，那就是梁swan swan医生他要跟我们分享的课题就是，到底我们到了晚期的肺癌，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治疗的方案？我们待会儿见。OncoCare 癌症治疗中心呢提供的服务跟治疗就包括了成年患者的癌症筛查和检测，那包括了住院和门诊的治疗。癌症的筛查、遗传咨询与检测，那么 OncoCare 就提供了化疗、荷尔蒙疗法、靶向治疗、免疫疗法、临终护理，经转介呢可以做手术，还有放射治疗。当然，我们知道癌症中心里面有各个的专科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白血病、癌症遗传学、头颈癌、肝癌、肺癌等等。OncoCare 是一家可通过终身健保、保健储蓄和私人医疗保险进行理赔并经认证的肿瘤中心。医疗保险制度由新加坡政府监管，涵盖所有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外籍病患若有家人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也可以使用家人的保健储蓄。
今天早上的最后一位讲员呢，同样也是来自 OncoCare 癌症中心的高级肿瘤专科医生梁双双。我做一个介绍哦，梁医生呢，在加入 OncoCare 癌症中心之前呢，是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的肿瘤科高级顾问医生。那么他的治疗的领域就包括了乳腺癌、结肠直肠癌、胃癌、肺癌等等，他是新加坡肺癌和头颈癌的主要的癌症专科医生。那么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的课题呢，就是晚期肺癌新的治疗的方法。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梁医生。谢谢你，宏毓。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课题呢，是晚期肺癌最新的治疗方法。那么肺癌呢，一直以来都是属于最常见的癌症类型之一。根据新加坡癌症登记处年度报告，肺癌发病率在我国男性排第二，仅次于肠癌。那么女性中呢，肺癌则排行第三，位于乳腺癌和肠癌之后。我们大家应该都晓得啊，肺癌呢一向以来呢都是跟抽烟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近十年，非吸烟者患上肺癌的频率，在全球啊，尤其是亚太国家均有上升的趋势。换言之呢，这个非吸烟者在肺癌发病率方面呢，真的是越来越可观。那么在短短的十年内，肺癌并发非吸烟者在肺癌并发的病人里面呢，的百分比由31%攀升到49%。换过来说，就是说非从来没有抽过烟的人士呢，也有患上肺癌的可能性。所以如果出现可疑的症状，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那么谈到症状，肺癌症状有哪一些呢？这包括了持续性的咳嗽、痰中带血、呼吸困难、胸部疼痛，如果病情更严重一些，可能会食欲不振，甚至身体消瘦。如果出现症状，千万记得要尽早求医。医生在评估之后呢，会安排各种适当的临床测验，这可能是胸部的 X 光片或者是电脑断层扫描，必要的时候也会安排活组织检验。胸部 X 光呢是最基本的筛检方法，就是你站在那个 X 光仪器之前呢，照一张相片。那么如果说有很大的肿瘤，是很容易看见的。可是如果是极度微小的病灶呢，就可能很难觉察到。电脑断层扫描呢，的灵敏度呢就比胸片 X 光来得高许多，即便是极微小几毫米的小结节，也能够清晰的看见。获取活检呢是用怎么样的方法呢？这取决于肿瘤的部位。如果说那个肿瘤呢长在支气管里面，那么通过支气管内窥镜来抽取样本是最准确而也是最安全的方法。反过来说，如果呢肿瘤长在那个胸壁附近啊，那么采用经胸针以穿刺性的抽取活检，这是更为恰当。活检在显微镜下经过形态和组织学分析后，才能够断定这个肿瘤到底是不是癌症。如果是癌的话，是哪一类型的癌？那肺癌中呢，大致分两大类，小细胞跟非小细胞癌。绝大部分的肺癌属于非小细胞癌，其中以腺癌居多。根据新加坡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2/3的病患者在确诊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晚期肺癌。晚期肺癌意味着癌细胞已经扩散。那么癌细胞呢，能够从原发瘤、原发癌
通过血液循环系统而转移到身体各个地方，包括骨转移、脑部、肝脏、肾上腺等。在我们准备要做治疗，要考虑用什么方法的时候呢，活检需要进行更深一层的检测。那么分子分析法呢，是现代癌症治疗不能够缺少的一项测试工具。最先进的下一代基因测序，我们现在称为 NGS， 能够确认这个癌细胞在分子水平上有没有致癌的位点。简单的说，这项测试呢，让我们能够更了解癌症独有的特征，那么这会帮助我们规划可行的治疗途径。肺癌医治呢，是看肺癌是局部性还是转移性。那么治疗转移性的肺癌不能够靠手术或者是放射治疗，这是因为手术跟放疗不能够同时间医治各个病灶，医治各多个病灶。那么最好的方法还是用药物，这是因为药物能够随着血液运行到身体各个地方。现在肺癌治疗呢，已经步入个性化医学。我们能够凭着各个病人这个不同的形态癌细胞形态跟分子分析，来拟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药物治疗呢，大致分三类：化学治疗、靶向治疗跟免疫治疗。让我们先谈一下化学治疗。化疗是传统性的常规治疗方法。那么当化疗药物被输入身体以后呢，它主要的功效是阻止癌细胞继续复制，进而将癌组织毁灭。现在的化疗药比以往旧一代的药来得更好，效果更高，副作用也较轻。第二类的治疗药物是靶向治疗。要用靶向治疗呢，首先需要在癌细胞里辨认出能够成为标靶的这个靶点，才能够以针对性的治疗来起医治的作用。那么这个异常的靶点呢，可能是突变的基因片段，也可能是变异某些细胞里面异常的蛋白表达。如果觉察到有靶点的存在，才能够以相应的靶向药进行治疗。这种治疗方法就像射标一样，非常准确，也很直接，所以疗效非常的高，耐受性一般也比较好。这些药物大多数是口服的药片，年长的人士也是很容易接受的。在肺癌病人中，最常见的基因突变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也称 EGFR 突变。这些变异的受体被激活后，能够促进肿瘤的生长和存活，也会增强扩散的能力。相应的靶向药能够阻断这些流程，抑制那个肿癌细胞的增长而破坏肿瘤。早期的 EGFR 靶向药其实在2003年已经可以使用。那么那个时候我还记得这些早期的药上市的时候呢，这个疗效的神奇和快速真的令医药界觉得惊讶。近期有新的 EGFR 靶向药获准使用，这包括 afatinib、dacometinib 跟 osimertinib。 这些药呢是新一代的药，疗效更高。
那么除了 EGFR 之外，科学家近年来也发现其他可曾靶点的基因突变，例如 ELK 和 ROS1 的基因重排， MET、RET 等等。新一代的靶向药，更先进、效果更高的靶向药现在陆续上市，也让病人有更好、更多的选择。第三类型的药物治疗是免疫治疗。免疫疗法呢，是癌症医药界现在最新的突破。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有一个很复杂的免防疫系统，这个防疫系统呢，是由多种免疫细胞组成。当有外来物侵袭到身体的时候，这些外来物，譬如细菌、病毒或者是异常细胞，它们都有着独有的抗原。这些抗原能够激发我们的免疫细胞来进行攻击和歼灭的作用。可是啊，这些癌细胞呢，都有非常强的非常强的这个生存本能。它们有一些肺癌细胞呢，可能会呈现一种称为 PDL1 的蛋白。PDL1 的存在能让癌细胞逃过自身免疫系统的觉察，使到它们能够毫无约束地继续增长和繁殖。免疫疗药呢，主要的功效是纠正和调整体内的免疫功能，来让这个免疫细胞能够重新鉴别来自自身和非自身的抗原，而达到攻击肿瘤的效果。对免疫疗法有良好反应的病人，有的时候啊，这些疗效可能会比其他的治疗方法来得更持久。现在让我总结一下，肺癌治疗呢，近年来有了巨大的进展，迈入新的领域。转移性的肺癌治疗如今有更多的选项，治疗是个性化、量身定制的，疗法包括化学治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崭新的疗法提高了病患者的存活率和生活素质。我把时间交回给洪玉。谢谢我们的梁医生哦。其实我不晓得你们在线上的感觉怎么样哦。从梁医生开始说，一直到结束这20分钟，整个感觉是很情绪很平稳。我不晓得，可能是因为他在专业领域临床经验很丰富，所以我觉得医生的谈话哦，那种的缓急，其实对于患者来说有很重要的治疗作用。所以其实他这样慢慢的说，其实我们情绪也比较稳定一些。谢谢梁。好，我们请黄医生啊，这边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问一下，就是说，是否越来有越多的女性非吸烟者被诊断患上肺癌？那么为什么呢？如果不吸烟的女性，我们要怎么去预防患上肺癌呢？的确的，在确诊的肺癌病人中呢，现在有越来越多非吸烟者。那么其中呢，其实大部分是女性，与西方以白人为主的社区相比，这种趋势呢，在亚洲人口就更为明显。那么为什么非吸烟者会患上肺癌呢？这个确实的理由我们还是不非常清楚，可是可能有多种因素造成嘛。那么这些因素呢，一部分是属于环境的因素，另一部分是自身的因素。那么环境的因素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最担心的是接触到二手烟。那么接触二手烟呢，二手烟可能是来自家庭成员，也可能是来自工作场所，可能同事抽烟啊，可能顾客抽烟啊，长期累积下来呢，我们担心这是致癌的一个可能因素。那么除了二手烟之外呢，环境污染
也是一个大问题。随着交通发达啊，那么各种城市都是很繁忙啊，我们就是这个环境污染呢是成了大问题。环境污染包括室内跟室外。室外的环境污染呢，可能是由工厂的烟雾造成，也可能是车辆的尾气啊。当你交通很繁忙的时候，在新加坡还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啊。新加坡每十年就得换车啊，别的国家不大一样，可能就是许多汽车呢，就是那个尾气非常的重，那么这些会造成环境的污染。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遭受到他们就是焚烧树木的时候引起的雾霾，这些都是大问题了。那么室内的污染呢，指的其实主要就是烹饪时引起的油烟。如果是长期吸进这些油烟呢，对身体不是很好。尤其是如果说厨房里面没有过滤器啊，这个真的是不是很理想的情况。那么其他的呢，包括有一些是在工作上接触到比较恶性的这些环境这些气体啊，好像石棉啊，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石棉、有机粉尘跟溶剂等。那么自身的因素呢，可能有些人啊，他们之前肺部有遭到伤害，比如说慢性的气管炎或者是肺痨，那么这些都是可能引起以后病变的因素。我们也不能够排除这个遗传性的因素，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确认是到底是哪一种遗传因素可以导致人更容易造成肺癌。那么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些某些遗传因素呢，身体里面的那个对破坏了的 DNA 的修复能力欠佳。那么如果是遭到毒素呢，也不能够把它排除，可能就令这个人更容易患上癌症。对，是。所以听那个梁医生这样解释，我们发现到其实它是有很多主观跟客观的因素啊。主观是可能我们个人我们应该怎么控制，但是我觉得客观的因素是比较难掌控的啊。有时候在我们周边，我们的工作环境啊，我们甚至于可能你出国也可能面对这些种种的一些危害啊。所以我觉得自身防疫跟预防还是很重要啊。当然，我不晓得检测啊检查也是很重要。这个我们现在还没达到最理想的阶段。那么世界各国家呢，其实对吸烟者都有开始做检测，就是说如果是长期吸烟，吸烟的成分很高的话，都已经有就是有安排说到了某一个阶段需要做检测。可是对非吸烟者来讲呢，还没有这样的临床研究。就简单的讲一下，最近呢就是有一项报告呢，是台湾对非吸烟者做的检测。那么他们就是选择了有第一有家族史的人士，第二呢就是有室内污染的情况。那么他们对这些国民啊开始检测，所以我们很期待他的检测报告，看看就是是否我们也能够同样的照样的就是给我们的国民做这一类型的筛检。当然我们针对刚才同样的问题，因为毕竟是关心女性的肺癌，所以我不晓得新加坡的女性的吸烟者有上或者下的那个趋势吗？这个我倒是没有这个数据。行，好，我们就是另外一位读者他就问同样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我被诊断出患有末期的非小细胞的肺癌刚才您特别提到了非小细胞肺癌，那么医生要求他去做活检，那么他想知道说可能梁医生再进一步解答一下什么是活检，那么
有必要去做吗？那么活检对它的治疗有什么帮助？当医生建议做活检的时候呢，一般上就是在胸片 X 光啊，或者是断层扫描上看到影子。那么影子呢，可能是癌症，也可能是其他的疾病。所以如果我们不做活检的话呢，没有办法确认到底是不是癌症，所以不能够盲目的去医治，一定要确认是什么原因造成，才能够做治疗方针。那么活检呢，也简单的说就是抽取这个影子里面的细胞组织，然后放在显微镜下看看是不是癌细胞。那么如果是癌细胞的话，也进一步的能够做这个组织学研究，看是属于从哪一个部位原发出来的癌。因为就算那个影子是在肺里面，它也可能是其他的癌症转移到肺，所以这个原发癌的准确性是非常重要，因为每一种肿瘤的治疗方法都不一样。好的，我们还有一两个问题啊，可能还有一点点时间。那么这位读者就问了，我的父亲今年已经是77岁啊，年龄挺高的，那么最近被诊断患有同样是末期的非小细胞的肺癌，那么他担心治疗的副作用会不会使他的爸爸年事已高了，那么可能会出现疲劳啦，或者是一些呼吸困难的症状。那么请问梁医生呢，是否有一些治疗的方法能够起到疗效，但是呢又能够让他爸爸能够承受得了的？所以我刚才有简单的提到啊，现在治疗肺癌呢是个性化的医学，也就是说每一个病人呢都有不一样的治疗方法。当然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用简单一点的治疗来治疗他的父亲，可是也是要看适合不适合。那么现在有三种不同的治疗方法，那么其中呢最容易承受的是靶向治疗。那么有一大部分的肺癌患者啊，其实都有基因突变。如果检测的结果发现读者的父亲有基因突变的话，那么其实靶向药呢非常容易接受，大多数都是药片，也比较容易就是副作用也比较轻，所以如果是适合的话，当然那是最好的方法。倘若没有基因突变，那么接下来的两种方法，化疗跟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呢，一般上病人也能够很顺利的通过，就算是年长的病人，因为免疫治疗一般上不会压低免疫力啊，这个是免疫疗法了，所以那个治疗的方法不一样。可是呢，就是有少许的病人还是会经验到这个免疫疗法独有的毒性啊。那么讲到化疗呢，其实现在的化疗跟以往的化疗不一样，现在的化疗我有70多80岁的病人都可以进行化疗，因为副作用真的是比较轻，也真的效果会比较好。所以我们的读者可以放心，因为70-80岁哦，就是梁医生有这样的临床经验哦，就是药物能够达到疗效，但是它的副作用却能够是承受得了的哦。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的就是关于女性的哦，她的妈妈就是患了肺癌，她在接受化疗，那么这个期间她应该吃些什么？她关心的哦，除了我们化疗之外哦，她平时日常里面哪些饮食是应该注意的？那么是不是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我相信很多病人都很关注。另外呢，可以建议哪些生活方式来帮助他的妈妈能够恢复过来？好，我们先谈一下饮食吧。应该病人呢应该多吃水果啊、蔬菜，还有低脂肪的食物，低脂肪的肉类。那么少吃对于身体无益的食物，比如精制糖。那么腌过的食物，加工的食物，或者是碳化的食物，比如我们的烤肉啊，肉干嘛，我刚过了年啊，这一类的食品还是可以吃，只是要尽量少吃。可是最主要的呢，因为这个他母亲现在正在做治疗，对吗？在化疗期间呢，其实病人会觉得很虚弱。那么免疫力也会减退，所以也有几样
几样几方面需要注意。那么第一就是要小心饮食，那些没有煮熟的或者全身的肉类呢不能够吃啊。那么如果是salad。还有切过的水果，切开的水果，最好还是在家里准备，这是卫生问题了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病人需要能够有足够的精力来承受这个治疗，所以还是需要有均衡的饮食啊，其中需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纤维等啊。除了饮食之外呢，积极的态度，还有在能力范围中做适当的运动，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对他长远的康复都会有帮助。是其实听梁医生这样说啊，我觉得当然很多的线上的一些读者朋友，可能家人或者朋友患癌，他们都可能比较倾向于自己准备饮食啊，因为有时候在外面吃，就像你说的精制糖啊、加工食品，我们很难控制。但是要健康，就要必须自己去把握住啊。所以其实你的健康、你的生命就在你的手上啊。其实不要轻易的啊，让别人去左右你的健康。所以今天谢谢梁医生哦、啊，给我们这么很棒的分享，其实我们受益啊很多，除了您的病况化疗，还有饮食生活习惯啊，我们都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啊。谢谢您的时间啊，谢谢。OncoCare 癌症中心所进行的企业社会责任就包括了国大助学金，参与了社区跟慈善的工作，也包括了新加坡壁球协会的一些活动等等。OncoCare 创办人郑明贤医生分享说，在抗癌的战斗中，我们将 OncoCare 视为最前沿的战场，我们正在逐步地取得积极的进步。 OncoCare 不会在这场斗争中有所懈怠，会积极参与这场抗癌革命，并成为中间的力量。我们谢谢大家出席今天早上的我们的这个线上讲座哦，这是由我们联合早报乐活谈保健跟新加坡 OncoCare 癌症中心所联合举办的癌后有晴天。听了三位助讲者的分享，我们大家都受益无穷哦，连我本身也从我们的三位助讲者里面学习了很多。我们就后会有期，再见。